开了，开始。来，拍着吧，拍着吧，拍着吧，我来了，拍着吧啊！哇，好，不重的。这个剑的威力很大的啊！自家经理是清理野鱼，看一看啊，这可以多少斤？哇！我天！看看啊，这个有十几斤还有二十斤呢，我搞不清楚啊，来看底下锁。一拳、两拳、三拳、四拳、五拳、六拳、七拳，有70公分啊，一拳10公分。那看一下这，看一下这个气仓差失啊，两用复合弓射箭打中，射一箭都可以的。中。安利家经理是啊，清理野鱼，这个鱼啊是吃我们平底鱼苗的鱼啊，黑鱼，看着啊，里面很多，不知道为什么出来那么多这样的鱼。像蛇一样。哎呀，这鱼怎么这个颜色？好吓人，长牙齿。看一下周围啊，在酒店。大家好，我是气仓差失，我们先演示射箭啊，一会儿打个珠。第二个亏空 ，OK， 我们现在演示打钢珠。偏了一点点啊，刮风，我来重新调整，微调一下。OK， 稍微微调一下啊，再来。哦，这个还是抬高一点。今天啊打太多了，拍这个复合弓的视频啊，带了好几把弓，拉的手都酸了，太阳也落山了啊，今天我们就拍到这里，相见。